哪儿第二季热播中，嘉宾环节全面升级，光是泥地踢足球蜂窝取食就够挑战级别，大家都心疼新霸萌娃被玩坏了。可是看看上周的表现，新霸萌娃却是非常享受这难得的亲子时光，时不时还飙下演技，上演各种自制大片。这个生完之后肚子下去还挺快的吧？我操！你个男的！好啊，可以啊，腰可以，腰没。不，你这个挺时髦的。我有多一个朋友。你穿这个，你穿这个，咱们多配点。我们俩是一个新片子，叫《矿工和他的妻子》。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不会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。怎么样，够划算吧？这种幸福感简直比承包了鱼塘还值得向全世界炫耀啊。本周五晚请继续关注爸爸去哪儿第二季，上芒果 TV 看高清版。